2018亚洲小姐竞选香港区的十位入围佳丽和2017国际小姐澳门代表麦嘉欣这日就一起出席健身中心的开幕活动。受台风山竹影响，很多交通设施都受到相对的破坏。好彩由澳门过来香港做嘢的麦嘉欣没受到影响。是啊，今朝早坐船过来的，好彩有翻船啊。但是都觉得大家出街要小心啲，因为可能好多树都吹到冧咗，咁我见到啱啱都喺度修复紧。至于三号佳丽张静欣就俾奥运金牌得主兼品牌代言人阮马素睇好系亚姐嘅冠军人选。其实由选美开始咧，我已经对自己好有信心啦。咁加上被选中咗之后咧，我都觉得好开心同埋荣幸啦。因为其实佢系我其中一位偶像啦。因为我觉得佢嘅态度啦，同埋面向自己嘅目标进发咧，这个态度系好值得我去学习咯。咁所以我都觉得好荣幸嘅。